男生女生都爱看的八部搞笑漫画，建议收藏，不然刷完你就找不到了。第一部，快把我哥带走，爆笑经典款，每天坑妹一万次的哥哥和暴走妹妹相爱相杀，没话都让你笑到停不下来。第二部，五黄八扎黑，萌宠作妖，全网最有名的一对猫狗 CP， 爆笑连连，你还在等什么？第三部，非人哉，超萌神仙下凡，秒变打工人，骑着海马的哪吒你见过吗？第四部，叫我申先生，超强脑洞梗，申先生的爆笑日常，保证你每看一次都会笑岔气两次。第五部，学霸的星辰大海，爆笑不断，学渣不爱美人，爱学习，不玩游戏，只刷题，学渣学霸瞬间转换。第六部，狼号上风，青春是什么？羞耻加矫情加自以为是加自我意识过剩，双男主的无厘头青春故事。第七部，王牌御史，男主叶岩，一乎近乎蛇精病似的行为艺术家，带你走入脑洞震荡爆笑不断的奇异世界。第八部，直播女生家的哈士奇天秀，男主穿越成二哈，主人竟是女神级的直播达人，他俩的奇葩故事让你笑到肚子疼。